欢迎芒果公主乔佑出场。哦，哇，谢谢。我没有猜到，没有猜到，外场一广告。美人姐，哎，还有超仙，小鲜肉，还有林晨老师，我们现场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乔佑。哇，谢谢。在外场有遇过哈？有。犹豫过哈，犹豫过，没想到他拼到二十关了，对不对？很替他开心哎。天公，那拢是台南人啊，我拢是台南人啊。哦，你好处理啊嘛，是不是啊，台南人？啊，无巧友，你今日要用什么歌来改一遍嘞？哦，今天呢带来雅文老师的歌曲。哟呵。因为这条歌吼，我昨暝吼，昨晚拢困未起，就。是什么？因为歌名叫做《失眠的暗暝》啊，我昨暝都失眠啊，失眠的暗暝。对，我会觉得说，很希望家群过关，然后我又不能输，对啊。不得不说，刺客联盟的盟主是真的有厉害。乔佑刚才那个字，四个字可以形容，哎，荡气回肠。哎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当刺客真的是不容易。还有四个字，还有百转千折。哎呀，颇像个高丽姐了。谢谢，哇，谢谢梅姐。你好一点没啊？啊？啊？唱完了，笑一个啦。伊拄才伫遐一直吐大气，连我们的那个长官都说：“干嘛个吐气啊，不气啊！”好，阿德老师请讲评。好，我先讲一下乔佑。谢谢老师。就是听你唱歌哦，就我觉得你的歌声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我们很有现实感，就感觉现实离我们很近。那我觉得你给歌带来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浓郁啊。然后这个荣誉啊，对起今天高家群哦，要唱一首，
就是指定了这首歌的人呢，以为他是在帮你，可是我跟他讲说这个歌是在害死你，因为这个歌《黄昏的故乡》啊，这首歌啊，只要唱不到那个意境，就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。那我觉得今天高嘉群把《黄昏的故乡》这首歌没有唱到我预期的。甘丹归谷，乔佑赞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而且你真的唱了比张雅文较好，没有，在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真的是，而且任何的那个吼，哦，真正是让我感觉哇，是实在太水亏了。啊，那嘉群，你拄到安尼，搁听到安尼声，你无淡掉是无可能的。但是第一关尔，无要紧，伊拄只讲啥，卖听。你即摆心内甲放个知，就是啥？后壁迄几首，我要甲当作演唱会来唱。只要有这种心情，你一定赢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一下乔佑的成绩，评审请一下分数。好，同样来自台南的我们第一棒魔王芒果公主乔佑的成绩，谢谢老师。23.9，知道？考虑一下，24就好，好不好？不行，24就好了 ，OK。大家集气好不好？往上冲一点点就好了，我们不要担心。高嘉群平手也是输哦。对，第一棒到底可不可以顺利拿下胜利？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！头在哪里？加油！啊！平手！啊！谢谢老师。这样我就，安尼我得要放心等于台南嘛，啊无我等于台南就危险的。其实讲安尼蛮是输，哦，平手嘛胜输。没有，至少我们分数是一样一样的，对呀，是平手，但对他意义不大啊。我们继续加油，谢谢。好，目前的比数。